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74页。574页。第六行的当中，华严大疏十八愿，通知佛果，故曰道。从这看起，昨天呢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这是解释道的意思，在前面是第一个意思啊。以通为一，是二者。涅槃之体，排除诸障啊，无碍自在啊，谓之道。这是第二个意思。那道呢，就是菩提，就是涅槃。涅槃之体，前面我们学过，清净寂灭，这是涅槃的体，就是自性。自性没有一切现象，我说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。佛常用不可思议这一句来形容它，我们无法想象，我们想就错了，我们说也错了，它是宇宙一切的本体，一切都是从它而生而现的，所以他没有任何障碍。贤首过思还原观上说，周边法界，畜生无尽，含容空有，这三种周边，所以没有障碍，所以无碍自在。这叫道。涅槃无名论语，夫涅槃之名道也，即了虚旷。即是清净寂灭，这四个字，也就是说它，形容它广大没有边际，中国古德所说的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不可以形名等，形是形容，无法形容，也没有办法称赞它，给它取什么名字，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微妙无相，这无相就是它没有这三种现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不可以有心智，有心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跟它相违背，不起心不动念呢，就跟它相应。所以这个道怎样能证得呢？不起心不动念就证得了，就完全跟它相应了。起心动念就违背了，
跟他越距离越来越远了。所以佛称为不可思议。真正不可思议，你就见得到了，你就真的大涅槃了。妙觉果位，圆满的相应了。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，所以还不能算是究竟圆满。但是什么人是见到呢？圆教初住菩萨就见到了。但是要见到真正圆满，要妙觉。虽见到了，好像看起来模模糊糊，不甚清楚。为什么？初住菩萨把无始无明断掉了，习气没断。习气大乘教里面分为51个，不是41个层次。从初住、二住、三住，就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41个次第。那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不必到41个阶级你就能知道了，到8地就知道了。换句话说，8地就很清楚了。就不是模模糊糊的。你说正德，正德的时候初住就正德了。习气没有了，还有相。还有现象，那就是十宝庄严土有相，有一真庄严。那个一真庄严是十法界不能比的。设法界的一真庄严是生灭法，我们今天呢科学家所说的波动所现的现象，阿赖也是个波动的现象，十报图不是波动现象，十报图完全是性德，但是性德带来一点无始无明的习气，习气除了气如自信之外，它什么障碍都没有。不像见思尘沙，见思尘沙的习气有障碍，无明的习气没有障碍。对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它没障碍。不妨碍带着无明习气的这41位法身大士应化在十法界，自行化他，这一点妨碍都没有。只是妨碍他不能够究竟圆满见性。这桩事情呢，我们要搞清楚、了解、搞明白。下面，这是念老的话：由上可知，由俱舍论、涅槃无明论上所说的，我们可以知道，道者通知涅槃之路。又即是涅槃也。这个意思讲的比前面深，前面第一段讲的没这么深。这一段直截了当给我们说，大乘道
就是涅槃，大乘道就是自性。啊，人要回归自性啊，这才叫究竟圆满呐。啊，自性是我们的本人呐。宗门所谓呀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本来面目是一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大乘教上常说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涅槃就是共同一法身，这个里头没有离我他。啊，这个里头没有罪福，一切对立的全没有了，啊，大小没有了，真妄没有了，啊，男女没有了，恩怨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叫清净寂灭。还有一点点，那是六道里头的事情，十法界里的事情啊，那就也就是阿赖耶里面的事情啊，不是自性，自性里头什么都没有说综上经论的住于无上真正之道者，真正者真实无差了。无上者，此道穷信尽理，更无有能过之者也。啊，他是究竟，他是圆满。啊，没有一法能跟他相比。因为任何一法都是一局部一部分，它是全体。啊，像一棵大树一样，哎，这是全体。你在大树上摘一片叶，这一个树枝，那都是局部，它不是圆满。啊，到这个地方才真的圆满，真的圆满就说明大树里头所有枝枝叶叶是一体啊！我们要晓得，我们在这个世界跟万事万物、一切众生，通通是一体谁知道呢？法身菩萨知道，就是明心见性的人知道，没有证的这个境界，他才迷，他不知道是一体，所以彼此有伤害呀、彼此有恩怨呢、彼此对立了，这是迷惑颠倒啊！那实际上有没有伤害到？没有。因为什么？所伤害的是假的，能伤害的也是假的，能所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这个道理很深呐、所以佛家常讲啊，为正方知啊，正是两个层次啊。第一个阶段的正，明心见性，是初住菩萨。啊，真的明显见性，为什么呢？他无始无明断掉了。啊，第二次的这个境界，那是习气断了。第一次证得的时候，习气没断；第二次证得，习气断了。习气断的叫圆证，习气没断叫分证。这个话
是天台智者大师说的。啊，智者大师讲六界佛，明心见性的人，分真位。六界里头分真即佛，他是真的，他不是假的。啊，但是他没有圆满。啊，习气断的时候叫究竟即佛。啊，分真即佛就是法身菩萨，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的分真。啊，在分真之前，在前面呢，这叫相似即佛，是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他无明没断。啊，无始无明在。这十法界里面证的最高的。啊，他已经把见思烦恼断了，见思烦恼的习气也断了，就是无明还在，所以他也成佛。这相似即佛，很像佛，不是真佛。啊，真佛假佛从什么地方分别呢？用心，用真心的就是真佛，用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妄心，就不是真佛。所以在阿赖耶里面，最高的是相思即佛。啊，修行的时候，功夫得力的时候，还不能到相思位，叫观行即佛。观行是观，就是止观；行就是修行；止观就是禅定。啊，止是一念不生，观是样样明了。要观行起，功夫真正得力了。啊，观行在前面叫明智即佛，有名无实。啊，天台说得好啊，啊，智者大师讲六界佛了，头一个是离界佛，离是离就是涅槃，涅槃是离体，从离上讲呢，大家都是佛，所以华严上佛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从哪里讲？从离。从理上讲，大家都是平等平等，所以理跟究竟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。你没证得，证得了就叫究竟，证得什么？就证得这个理。啊，佛有六种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是佛，你是佛，他大家都是佛。啊，这从理上讲的，啊，就从自性上说的，自性是佛。啊，可是事上讲呢，那事上讲就是有这六种。啊，那我们修行，功夫不得力，所以你有烦恼啊，你有障碍。啊，这些道理一般人不清楚不明白，以为我学了佛了，我怎么还会有灾难，我怎么还会有生病。啊，说老实话，真正学佛入观行期，你就少灾少难，你功夫得力了。啊，观就是看破。啊，行就是放下。
啊，真的若无其事了，啊，真放下了，啊，在这个教下讲止观，啊，观是看破，止就是放下。每一个阶段又分作很多小的阶段，啊，你说分正即伏，里面就有41个阶级，啊，相思即伏，也有差等不一样。观心即伏，阶级更多。啊，学佛没有别的，提升境界这个重要啊，一层一层向上提升。啊，不依切己，叫顿超。顿超只有净宗，净宗是属于圆顿大法，他没有那么多阶级。啊，只要你真正求往生。生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致菩萨，啊，阿惟越致是什么阶级？是分正即佛了，比观行高啊，比相思高啊，那就是他超越十法界了。观行是六道，相思是十法界。啊，他是阿惟越致菩萨，那他往生在到哪里去了？到十宝庄严土去了。而且十宝庄严土里面还有真正顿超的上辈上品，啊，这是什么阶级？上辈上品就是大经里面常说的八地以上啊，上品上层的啊，七地以下了，大概在登地啊，41品，如果上辈呢？算这个十地啊，中品应该就是十回向，十住十行啊是下辈，这下品往生的，这它里头还是有阶级有层次，你在哪个层次里头啊？啊，这些欧益大。啊，是善导大师讲的，总在于语言不同。这个语言从哪来的呢？语言从经教上来的。你对于经教越了解，越清楚，你的语言就越殊胜。啊，不懂经教能往生，往生提升品位比较上难一点。啊，对于这个经教熟悉的话，到极乐世界那个品位提升得很快。啊，这也是世尊慈悲呀。为什么
多次宣讲，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，有道理。真正之道，真正、真实，一点差别都没有。法身菩萨都真的，八地以上才究竟。啊，这个道。穷心尽力，穷跟尽的意思是一样的。啊，对于心，对于理，达到究竟圆满，这叫穷尽。啊，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。啊，他达到究竟圆满，等觉菩萨所证。大师教令众生，这个大师是法藏菩萨啊！法藏菩萨教化一切众生的，登涅槃彼岸，安住涅槃道果。法藏菩萨真有这个能力，真有这个德行啊！他建立的极乐世界，任何一个人造作无逆十恶罪业的人，只要临终能够忏悔，承认自己的过失，后不再造了，念佛通通的往生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而且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看得他的加持，他有功德啊，什么功德呢？无界修行。成就四十八大愿，四十八大愿是无界修行当中发的，不是一次发的。看到诸佛刹土里面有六道，啊，有三途，这三途太苦不好，我不要。啊。纵然造三途罪业的人忏悔了，到我的世界来，我这个世界里永远没有三恶道。啊，那从我这个世界出去到其他世界去教化众生，也决定不堕三恶道。这是把头念愿的，他的愿是这么来的，不是凭空在自己在家想的，不是的，完全看到。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思想，哪些好的我取，哪些不好的我不要，是这么发的。的无界时间成就的四十八愿，以这个功德来加持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大众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真实的恩惠，帮助大家真实的利益了，这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懂的。啊，你完全了解了。
你才晓得极乐世界殊胜，究竟殊胜在什么地方。啊，下面，由于如是之殊胜妙德，而感如下增上的甚苦。啊，前面讲的是修因，修因后面一定感应有果报。业因果报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接着看下面经文，酬因感果，这里头有两段，前面一段复制，由成如是诸善根故，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音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如是诸善根，指上文所说积功累德的种种善根，这是能感。啊，这个地方，这所生之处，无量宝藏自然发音的。这就是果报，修因感果啊，是感必有因，果必酬因。是故法藏菩萨感得甚果，生生世世所生之处，均得如下文所得之妙果。啊，向下文还很长。啊，给你讲的果报，你一定会得到。这个地方一开端就跟你说，无量宝藏自然发音。大乘教里面常常说的，境随心转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现在量子学家发现，啊，意念能控制物质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的行善，行善一定感得善果。宝藏，今天大众所谓的资源，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宝藏啊，我们生活所必须的，在这个大地上源源不断的出现。这些资源从哪来的？全都是善心、善行所感的。啊，像金银七宝啊，啊，大地里面所有的矿产，地面上所生的这些资源，提供我们日常生活所需。
为什么极乐世界的资源那么丰富？真是叫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什么原因？啊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不怀疑了，是阿弥陀佛无量界中修行积功累德成就的。啊，所有往生的人都是善心善行，这个功德累积的。西方世界没有一个恶人，恶人到极乐世界都变成善人，他不变成善人他去不了。待业往生是待旧业，不待现前的业，现前一定是纯净纯善啊，过去造作罪业没关系，待旧业，如果现在还不善，这人去不了啊。这就是入境进关啊，人家要求的条件非常严格啊，而且同行一个善，这一个善是至善，那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没有比名号更善了啊。所以我们同学要记住，在什么样艰难啊危险之中啊，遇到大灾难当中，你就一心念佛，什么都不要想，那个境界就会转过来啊，你就会得到佛力加持。如果还想这个想那个，那就错了啊。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了，或者是一心念观世音菩萨，自然化解灾难啊。这个念佛感应录，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例子很多啊。啊，现在在物理上讲得通啊，你这个心念到至诚的时候呢，这物质环境都改变了啊。坐在监牢里面的人念观音菩萨，一心之念，到第二天早晨时他坐在野外，不知道怎么出来，他就走了，就离开了啊。怎么会在监牢狱的时候是脚镣手铐的时候通通没有了，对吧？早晨清晨的时候他坐在野外不止一个例子所以古人讲啊，至诚感通啊，不能有杂念，有杂念呢，这个效果就被障碍了啊。纯意念佛，纯意念菩萨啊，不可以有杂念，决定有效啊。这个现在科学家讲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念力的能量啊，前注曰：无量寿经前注是丁福宝的，累积珍宝之库藏也。宝藏，宝藏是累积珍宝的仓库，仓库是比喻
啊，这里是什么呢？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，这不是阿赖耶，阿赖耶里头没有。啊，世尊在华严经上跟我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人人平等。这是真的宝藏啊！宝藏在自性里头啊，自性就是宝藏啊。自性没有边界，宝藏也没有边界，智慧没有边界，德能没有边界，相好没有边际，这个东西难行之法，佛跟小乘不讲啊，他不相信。啊，跟大乘菩萨讲，大乘菩萨能够相信，啊，不会怀疑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基础的教学他全都学过，他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就不怀疑了。啊，道理不明了，那当然怀疑。啊，人真正到明理的时候，到觉悟的时候，这身体就不在乎了，知道身体不是自己，四相不执着了。啊，我人众生寿者，能放得下。啊，这四相放下了，这就是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妙法能济众生之苦厄，故为。啊，此地讲的妙法是幸运之名。不是指其他的，一心信愿持名啊，能救众生一切苦厄。啊，没有一个杂念，人被苦所逼。啊，我们在感应录里面看到的啊，被强盗、被土匪绑架，那个生命呢，危在旦夕。这个支持佛号或者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，他心里转了，为什么呢？知道马上要死了，一心求佛菩萨救度啊，他杂念没有了，至诚恭敬的感应心情啊，或者是冤枉，受人家陷害，为官府所逼，啊，关到监牢狱也有这个效果。
啊，不是在生死交关的时候，那种真诚心发不出来。啊，真诚心发出来就有感应。那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传媒、网络上很多信息，都说今年有大灾难。如果这些信息是真的，我们等于现在已经宣判死刑了。啊，什么时候执行呢？12月执行。12月21号那天是正日子，前后都有灾难。啊，大概在20号前一个星期，灾难就显现了。银河对齐不是那一天的。啊，银河的中心，太阳、地球排成一条线，你就想想，太阳多大，地球多大？银河核心的黑洞比太阳还大，一个比一个大，排成一条直线，不是一天的，那一天是震荡中啊！啊，进入这个范围的时候，应该前十几天，啊，往后啊也有十几天，所以最难过的应该是2个星期的时间。啊，这个星球慢慢才移开了，位置移开了，移开了的还是会有影响。啊，我看至少要2、3个月之后，这个影响啊，对我们来讲，好像是没有了，其实还是有。啊，2个星期那是影响最大的。啊，这些预测的人都说会死很多人。啊，死很多人，我们想象当中，绝大多数被吓死的，惊吓而死。那么惊吓而死的人，生死都是在三恶道。人走的时候，走得很安详，没有恐怖，他身体是柔软的。啊，惊吓似的，那身体很硬，僵硬。啊，他恐怖走的。啊，这个我们懂得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训练自己，任何灾难现前，不惊不怖，无所谓。为什么呢？梦幻泡影，哎，要做如是观呢。啊，它真的是梦幻泡影。啊，般若经上讲的话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我们也晓得，到那个紧急关头的时候，这经典都会忘记，记住几句话就能得救。啊，阿弥陀佛是第一句，决定不能忘记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是第二句。
决定不要执着，要统统放下。啊，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跟我是一体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我一心净土，自性弥陀，跟我是一体啊，绝对没有怀疑。那哪有去不成的道理？啊，具足坚定的信心，坚定的志愿，决定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个世界要舍得干干净净，一丝毫留念都没有。一般人留念当中最难分舍的叫亲情。不能想这个，想这个就产生障碍，你去不了了。啊，我要把亲情也放下，到极乐世界之后，我这些亲人在哪里，我都有能力去度他。这就对了，这才是真正智慧，真正聪明人。啊，千万不要受亲情所累。把你拖下水去了，那就大错特错。这个放下不是无情的，这个要懂得了。这是真的，我先成就，再成就大家。我没有成就，大家都受苦，都受难。啊，这是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三种真实。发音，啊，发音者，相感而自然开发音。啊，是这个印就是感应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印。我们求佛是感，佛立刻就印。啊，这个无需怀疑，《还原观》上讲的很清楚，我们念头才动，已经周边法界了。这个信息发出去，一切诸佛都收到。我们这个信息是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决定来。啊，念头才动，这个变法界，所以不能动坏念头，不能动不善的念头。冤亲债主陷害我，我对他也没有恶念。这个冤结可以化解。如果他陷害我，我恨他，这是麻烦。这结怨的，愈结愈深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的互相报应，这冤冤相报。啊，两方面都痛苦，这个错了。啊，我们没有怨恨，我们念佛还回向给他。这个怨可以化解。啊，真正化解之后的时候，啊，说不定他一个念头动了，算了，把它放掉吧。这个事情很多，在古时候，做强盗、做土匪的，
还有良心啊，是道也有道啊。啊，抓到一个年轻人，啊，有一点财物，想夺取财物，还得杀他。这年轻人说，我家里有80岁老母亲，等我养活他。那土匪听到之后就好，算了，放他走。这个人是孝子，在古时候真有真多啊！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在这个紧急关头，他一个念一闪念起来了，感应，孝感天地，那个孝心的力量很大啊，能够感动这些人啊。那么这些人。也懂得孝顺父母，也懂得尊重长辈。他为什么干这种事业？被逼出来的。啊，也是一念不缺，走入歧途。啊，他会改邪归正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一味纯净纯善的心对一切众生啊，侮辱我的众生，毁谤我的众生，陷害我的众生，统统以善心去对待啊，希望在我这一生当中把过去现前啊，叙事今生这些原因统统化解。这是聪明人，这是真正学佛的人。学佛的人绝不跟任何人结怨仇，他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跟他结怨仇。释迦牟尼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。他在没有成佛之前啊，做菩萨的时候修忍辱波罗蜜啊，被割离王割截身体，割离是梵语，翻成中国就是强暴，就暴君啊，碰到这么一个不讲理的啊，这样一个暴君把他凌迟处死，啊，因为这个暴君问他：“你修什么？”说：“修忍辱。”哦，忍，看看你能不能忍。啊，拿刀割他的肉，一块一块的割，把他割到死。割的能不能忍？能忍。啊，到最后断气的时候，告诉他：“我不怨恨你。”我将来成佛，第一个度你。这个割离王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一个得度成阿罗汉的乔陈如尊者。啊，佛说话算话了。啊，这是世尊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决定没有一个念头是恶意，没有丝毫怨恨。啊，视死如归也。其实人哪有死？没有死啊。啊，生死是个身体，身体有生灭，灵性没有生灭。那个灵性是不断向上提升。这个重要啊！啊，纵然学佛功夫不得力，这样的善心人死了之后就升天了。啊，因为这种德行超过人间，
那才知道天上才有福报。啊，当然学佛的人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。我们不希望享天福，我们决定到极乐世界。天上享福没有东西学习。啊，极乐世界是学校。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，所以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。啊，到天上天福享尽了，还会堕落。啊，有什么意思？啊，天人的寿命长，再长。他有命中的时候，啊，念佛的人不羡慕天道啊，啊，尊重天道，不羡慕天道，我们不想到天道去，啊，这些道理。一定要很清楚、很明白，在自己心里头要扎根。我们这一生再不会做错事情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决定的生净土。所以感应是自然开发，开始展开，发是发现。慧疏曰：菩萨于多劫，即布施持戒功啊，这功德了。故自然感应宝藏涌出，引起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显示出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的佛太大了，你现在有所需要，你还没有想，它自然就出来再看下一段，下一段讲果报，甘苦。或为长者居士，豪心尊贵；或为六欲天主。乃至梵王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这是讲果报啊。那我们今天看到刹利是皇族。不是国王，啊，他是皇帝一家人，啊，兄弟姐妹，是有亲带故的，这是皇族，啊，所以说贵人呢，啊，国王转轮圣地，啊，转轮圣地不在我们地球，啊，何为六欲天主？欲界六层天的天王，乃至梵王，梵王是色界天。都是过去三中修大佛报才得到的呀，不偶然啊。啊，我们要相信啊，一生皆是命啊，半天不由人。
啊，这一生得富贵，贵是有地位，这边完全讲的贵。前面无量宝藏自然法印，这是富。啊，这个是有，这个在社会上有地位，这是贵。啊，富贵都是过去生中。前头会说这句话是好，菩萨于多劫即不施持戒功德，不是一时两时的，一时两时的很少啊。长者居士，豪兴尊贵，至少是五世才能积德。才能得到刹利过往啊，至少要十世啊，转轮圣王、六欲诸天，那就得几十世的修持，你才有那么大的福报啊！那梵王就更不得了。啊，我们明了这些事情呢，看到富贵人就不羡慕了。啊，没有这个嫉妒心，没有这个心，为什么呢？他修，我没修啊，他应该得了，我不应该得。心是平的。啊，不然的话会有嫉妒，会有怨恨，为什么老天对他好，对我？不好，不公平，怨天尤人。啊，怨天尤人，你又造罪过，你来生比这生更差。啊，这就是不懂事啊！了解事实真相啊，那是你要修福报，我要好好修，我来生就得到。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嫉妒、怨恨，只是让你堕落。啊，那是造恶，恶的念头，恶的心呐、啊，感的果报是三恶道。啊，这些事理确确实实，只有在佛经上讲的透彻，讲的明白。啊，人在世间最重要的积功累德，断恶修善啊！啊，长者印度古时对年长并居德才者的通称。啊，长者一定有点年岁。啊，那在中国呢，至少是50以上。啊，有德行。有财富的成为长者啊，那么在中国也有这种习气，这个习惯啊。法华玄奘云：“心平心直，遇事行顿，持脉才言，名为长者。”给长者下了个定义，你看，心平等啊，平时平等，性情正直啊，正直是绝对没有欺骗人的，没有伤害人的德行啊，于是说话老老实实。没有妄语，没有念识，没有绮语，没有恶口，啊，行顿，行是行为，顿轮见分的、啊，中国古人叫此地，啊，顿是什么呢？
顿时和睦。比和谐还要亲啊，瞪目就是亲情，像家庭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姐妹，就对啊，和睦啊，对外面人的时候，那叫和谐啊，对自己的亲人是瞪目啊，行为，这用现在话是什么？叫相亲相爱啊，扩大了我们的邻里相当，也要用瞪目啊。印光大师讲的话，那是祖传的，老祖宗教给我们。顿论见分啊，论就是无论。你看，父子、夫妇、君臣、兄弟、朋友，这是论啊。这个五伦都要把它看作自己亲人、一家人，叫顿论。敬分，尽我自己的本分，全心全力为大家服务。啊，五伦把所有人类全部包括在其中。古德有所谓：“四海之内，皆朋友也。”啊，五伦最后是一个朋友，不就全部包括了？啊，年龄跟我父母差不多的，我就把他当作伯伯叔叔看待；年龄跟我们自己子女差不多的，就把他当作儿女看待。啊，跟自己差不多的，都看作兄弟姐妹。这个世界是一家了，在行顿里头所包含的意思啊，这个世界多美好啊！啊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要靠教育。这个东西可以说，不管是中国是外国，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，你都会肯定好啊，没有比这个再好了。所以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，伦理道德的教化了，可以同心全世界啊，我们这十几年来，接触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啊，我们用这种理念来接触大众，没有一个不欢迎的。那这是什么？这叫信德。啊，这个不是哪个人发明。这是自性本有的心得，我们老祖宗知道，老祖宗做出来了啊，教化子孙呐，人要离开五伦的就不是人了啊。人跟禽兽差别在哪里？人懂得五伦关系，禽兽不懂。这就是人所以为万物之灵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再坏的人他也喜欢，
不过他私心很重。啊，欲望太大，伤害别人。啊，那么他行的是不善，未来果报在三途啊。人不可以欺骗人，不可以夺取别人的。你夺人之财，你将来还他；你杀人要还命。因果通三世啊，冤冤相报啊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，何必干这个事情呢？啊，今天觉悟了，我们用自己的念力，用自己的真诚，把无量借来的这些冤亲债主全部给他化解。那我这一生没白来啊，这一生成就是最大的功德啊，就是把通通化解了，通通没死了啊，平平安安到极乐世界去学习，去成佛，成佛之后再普度众生，这多圆满。啊，所以我这一生遭遇什么样的困苦，什么样的迫害，我都感恩。啊，而且我把这些人的时候供长生派位，我每一天两次讲经，都给他们回向。啊，心地清净。舒畅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无量寿心啊。我们也希望净宗同学真正修行，都能够遵守佛陀的教诲啊，认真学习。持是念念啊，古时候50岁以上，啊，都算是老人了。啊，60岁是画家了。古时候用甘蔗几年，这一轮就是60年，那叫画家之年呐。啊，所以年龄大长，啊，持脉是年龄长，财隐，啊，他有财富，啊，这种人被称为长者。居士呢？居士者，在家修佛者之通者，在家学佛，无论是男女。都称为居士啊，《法华宣言赞》第10卷啊，有讲到居士守道自体，寡欲蕴德，名为居士。他没出家。他在家啊，他能够守道，守是遵守，这个道是经典的教学印光大师告诉我们84000法门门门
都必须从经教才能够切入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，啊，就为这个。你不学，你怎么能入门？你要学，那就是经典。佛陀在世，亲近他，跟他学，他不在世了，留下来的就是经典。啊，经典就是教啊。经典里面所记载的，那就是道。啊，一定要遵守。田是路，自田就是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啊，在大乘佛法里面，就法喜充满，欢喜，常生欢喜心呐。为什么？守道有德。你有心得了啊！经典听多了，有能力辨别邪正、是非、善恶、真假，你才有能力辨别啊！辨别什么？善的、真的，我要取得到。虚妄的、假的、不善的，我要离开。啊，你才有能力啊。于一切法决定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。啊，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见好则收啊。”那是真实智慧啊！啊，为什么叫收呢？不收，嫉妒障碍就来了。啊，我做得好，到顶好的时候，赶快就要远离。啊，交给别人。啊，就得要退下来，不能老占那个位置。占了位置，就会招来很多嫉妒障碍。啊，所以培养接班人，只有中国老祖宗懂得。中国老祖宗都做到，现在没人做到。啊，为什么？你看看过去做皇帝，啊，他就职。叫登基啊，就职那一天，第一道命令啊，就是立太子。那什么，就接班人呢？你看刚就任就想到接班人，头一个想到的是，我培养接班人，这个了不起啊！啊，你开个店，啊，自己开个店，有没有想到？将来的时候找一个接班人，你好好培养他，都没想到，等到自己不行了，老了，死了，后头接班的不知道是谁，不知道这个事业还能不能经营下去。啊，所以懂得培养接班人的，他这个事业世世代代不衰。老字号啊！啊，过去中国人说，不管哪一行，他都懂得。啊，做手艺的也找好的徒弟，把手艺传给他，他不吝啬，他所学的东西他全部教。希望说，希望下一代做得比更有进步，超过他。你看那个心多善良啊！
现在的人怕别人超过自己，啊，教的人都留一招，那不肯完全教。这种叫练法，死了之后卧道去了。你一定老师传给你，你为什么不传给别人？老师没传的，自己研究新开发的，也要传给人。不能说你死了就没有了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处处为利益众生着想，这是佛门弟子。啊，我过去遇到一个老医生，医道很不错，哎，就是心量小，他的东西只传给儿子。别人跟他学，大概只传一半。儿子有没有能力学不管。学生当中有非常高明的、聪明的，不肯传，传给愚笨的儿子。这是不懂因果。啊，不知道自己要发心啊，要利益天下人呐、啊！你能利益天下人，你的儿孙自然有好报。啊，你另发害子孙，他不会有好报的。啊，这因果教育多重要！啊，善因必定感善果，恶因一定招恶报啊！感应篇一开头说啊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啊，不是上天惩罚你啊，不是鬼神找麻烦的，是你自己不善业所感召。你不能怨天尤人的，你要真正懂得到道理。啊，所以居士收到此田，寡于运德，这个运也是累积的意思，就是积德了。人要真正能积德，欲望要少，欲望越少越好。啊，不要给人比地位，不要给人比财富，不要跟人比享受。啊，要跟人比什么呢？比清净心。比平等心，啊，比快乐，真的快乐，啊，粗茶淡饭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你说你都快乐，啊，最快乐的是学佛，这学佛帮助你开智慧呀。学佛帮助你解决一切疑难杂症的，不但自己的解决了，还可以帮助别人解决。啊，真正学佛的人懂得，这是天下第一等好事。方东梅先生当年教给我
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最高的享受与财富与地位毫不相关啊！最高的享受是快乐人生、幸福人生，这是最快乐的啊！你是一生不受环境影响，读自己喜欢读的书，干自己喜欢干的事，啊，你去打听打听，几个人一生能够做到？啊，所以我对老师佩服，我对老师感恩。啊，你得真认识啊！啊，财富不是好事情啊，多了别人要抢你的，要夺你的。啊，位高也不是好事情啊，多少人都想争呢。啊，我们这一生能够真正做到与人无争，别人对我无所争，与世无求。我无求于事于事，事也无求于我。我与人无争，人家也对我无争。啊，念念利益众生呐，最快乐的。不要念念去利益自己，自己无所谓啊，自己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哪一天去交给阿弥陀佛，我们就不过问了啊。阿弥陀佛讲哪一天合适他就来了，来了我就跟他去了啊。于这个世间没有一丝毫牵挂啊，到极乐世界修成了再来，这里众生有感我就有应下面豪信指名门妄作，大信贵家啊，如乡里之贵者，称相好。啊，名是出了名的，当然，这个名是善，这一家人行善积德了。为社会大众所尊重啊，这名门呐，啊，望族这一族的人家出很多人才啊，在各个行业里头，他都有很大的成就啊，人丁兴旺，事业发达。的望族，大姓，这个族姓，人口多，道德、仁义、事业，啊，都能够加惠于社会大众啊，这是大幸
贵家，这个贵也是富贵之家，啊，他一定有富，啊，这个贵跟富是分不开的，贵是在社会上有地位，无论在哪个行业，他在这个行业里头成为领导，成为模范，都是好贵，啊，都成为呀、啊、好心，啊。下面尊贵呢，这是特别指高官显利，官是政务官，啊，利。是官下面的办事人员，啊，他虽然官不高，但是他的地位很重要，啊，他管辖的这个责任很重，啊，这个叫管理，啊，我们今天讲有权。啊，有权有势，啊，这尊贵。刹利，这是梵语，印度四姓之一，四姓之第二，第一个是婆罗门，第二个是刹帝利，啊，居云刹帝利，居西域记，西域记是玄奘大师做的。意为王种，即今所谓王家贵族啊，皇家贵族印度叫查理啊，那么这些人都会为社会大众啊所尊重的、尊敬的啊。那么现在这个社会用的名称不雅，没有尊重的这个意思在里头。啊，所以叫皇亲国戚啊，所以特权阶级啊，加上这样的字样啊，就不太好听了啊。这些人确实在社会上享受有很高的待遇。知都论第三十二卷说，刹利者，王即大臣。啊，大臣呢多半都是有贵族，叫皇亲国戚。二义稍微，啊，或古印度大臣呢多是贵族，这个很多。国王呢是一国之主啊，中国人称为帝王，专轮圣王，或称转轮王，或者称转王，身居三十二相啊，即位时从天感得轮宝，轮有金银铜铁四种。一起次第统领四三二一之大洲，如金轮王领四洲，
于依次列解。佛经里面讲四天下，啊，须弥山的四面有四大洲，是轮王管辖的。啊，经轮王呢，他统领的是全部的四大洲，就是整个娑婆世界都归他管。银轮王管三个洲，铜轮王管两个洲，铁轮王管一个洲。啊，轮王有这四种。啊，为什么称他轮王呢？他就职的时候自自然然感得轮宝。啊，这个轮宝是他的交通工具，也是他的武装。啊，我早年呢，这个看到飞碟，飞碟是真有，大概就是轮王的轮宝，它是个圆的，啊，飞行的速度很快，我亲眼看见的，只看过这么一次，啊，看得很清楚，因为时间很长，看了五六分钟，在空中。发的光是绿色的，啊，是我在台湾台北的时候看到的，下午大概四点钟四五点钟的时候，啊，空中看到这个轮，它停在那里不动，啊，停了很久，停了五六分钟，啊，看的人很多，在第二天报纸上也登起来。啊，我们不晓得是什么东西，它怎么会不动在那里？啊，以后慢慢看它移动，啊，看看慢慢移动，再接着就很快就不见了。啊，速度太快了，就看不见了。啊，真有这个东西。啊，所以这些东西一定是人道，不是天道，天道不需要这些东西。啊，也不是鬼道，鬼道也不需要，他们有神通。啊，这是所谓的科学发明的工具。啊，这飞行工具，啊，它的速度很大。轮宝，一天轮王，它能够巡视它统治的范围。啊，要是金轮王的这个轮宝，他一天他能够看到银河系，整个银河系，啊，他能够去绕一圈去视察，啊，去看银河系的这些星球。啊，如果是铁轮王呢，那这他能看到四分之一，啊，或者是东方，或者是南方，他只看到一方。啊，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天人，啊，因为欲界天人、四王天、桃李天都用不着这个。啊，他们自己有能力飞行变化，啊，不需要这些东西，啊，只有人道他才用得上，所以那是属于人道的。我们讲外星人。啊，外星真有人，距离我们太远了，我们对他不了解。啊，我们发射的时候是说没有人，这个驾驶的这些太空船到太空探险，啊，还没有具体的这些报告，啊，实际上真的有。啊，距离太阳很近的这些行星温度很高，
也许那一类的众生，他适合了那个温度，他能在那个温度下生存，他到我们这星球，他不能生存。啊，所以一定有他适应的能力。啊，距离太阳越远，就越寒冷，越近就越炎热。啊，就像我们地球上的，你看热带的动植物和寒带的动植物就不一样。啊，寒带动植物适合它那个环境，它能够生长。啊，热带的动植物一定要在赤道、炎热的地带。啊，那么今年在那里头，有人说地球南北极会转变，那一转变麻烦就大了。南北极变冷了，赤道变热了，许许多多的动植物不能生存。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。啊，报告里头我看了，这中国还不错，中国是得天独厚，中国还是温带。啊，南极到哪里去？南极比到现在的印度，在印度哪一点我就不知道了。啊，那么西藏就靠近南极了。啊，东南亚这一带都是靠近南极。啊，那就是在南极圈之内，那就要寒冷。啊，赤道可能会变了。应该靠近现在的南北极。所以这个我们也要有心理上的准备。啊，怎么想？还是念佛求往生好。留在这个世间，苦啊，真苦。啊，留在这个世间，那将来是菩萨。菩萨在这世间干什么呢？重建伦理道德，重建大乘佛法，世出世间正法久住，要靠你来重建。啊，重建的确会很辛苦。啊，如果这么一个大转变，我们能想到，科学所成就这个全部都没有了。人类要恢复原始的生活。啊，电没有了。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电没有了怎么办？自来水没有了，那么现在的河流、海洋都受严重的染污。啊，干净的水只有山上泉水比较干净。所以生存相当不容易，生存是非常艰苦，我们能够想象得到。啊，留下的人真的都是善人，都是善心，
善行。啊，那么一般这些信息里头告诉我们说，三个条件大概都是相同的。告诉我们，第一个要素食，啊，第二个是爱心，啊，真正能够爱人爱物。啊，第三个是镇定，灾难来的时候不惊不怖，心是定的，啊，定才会生智慧，你才能够怎样应对环境。啊，古老的预言都说，你说法国诺斯多玛斯的16世纪的，啊，400多年前的，他就预测这次灾难。他说这次灾难过后，留下的人，活人羡慕死去的人。从这一句话里头，我们就能体会，这活的人多辛苦，日子多难过。我们看这个底下会书曰：“专论王者，四周之主，幽轮旋转，微服一切物。”所以这个轮是他的武器。啊，他能够达到的地方就是他的领土。啊，下面是六欲天王。为欲界六天之主，啊，六天者，第一个四王天，第二桃李，第三夜魔，第四斗帅，第五化落，第六他化自在天，啊，梵王，大梵天王之一称，梵天总指色界诸天，啊，无色界的不属，无色界又没有身体。啊，没有宫殿这些东西。这些都是什么？有大福报的人啊。大福报的人是自己修来的。谚语所谓啊，功修功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不得。我们这个世界，国王、国家领导人、文武百官，哪一个不是修行得来的？你不修行，你坐不了这个位置；你不修行，你得不到这么多财富。啊，所以这财富，纵然是不正当手段得来的，他都有这个命，他能享受。他如果没有这个命的话，得来的时候，那灾难就来了。啊，你看贪污，有人贪污没事情，啊，天天在享福，那是命里有啊，命里没有的得来说，还没有到手的时候，就被警察抓去了，啊，就去坐牢去了，就去判刑了，啊，财产没收了，没福啊！啊，所以中国古人讲得好啊，一生皆是命啊，半点不由人呐、啊，你不能不相信啊！啊，人要相信因果，他就心安理得，他不会多想啊。
他很容易满足，他生活很快乐。乐天知命啊，这件很重要啊！啊，所以因果报应不能不知道啊，真正知道你心是定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这里。